最后一抽，少说也给我一支吧。啊！献上我们的心脏。哒哒哒哒滴答，哒哒哒哒滴答，哒哒哒哒哒滴答，哒哒哒哒哒哒，哒哒哒哒滴答。献上我们的宝珠。好啦，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黑羽。那我们今天我们的系列就是我们的怪物弹珠氪了没，然后这一次的话就是季节巨人跟怪物弹珠合作，喜欢的话记得帮我点个喜欢，然后分享，然后订阅一下哦。那接下来精彩来，这一次很多观众请我帮忙代筹，要米卡莎或兵长是不是？好，来各位观众 BGM 响起，第一次十连抽，我跟你讲打关卡又有没有阿尔敏，对对，还会不会吧？各位观众，请注意啊，没事。不会吧？等一下，注意注意注意，啊，没事啦，没事啦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看。真是吓死人呢、欸！也太歪。眼下怪物弹珠也玩蛮久了，所以突然出他没有角色，其实很有几率是那个来非洲玉，来来来，注意。好了，特别贡献我的那一首歌，先单抽一抽。对，哎呀，都是我没看过角色是怎样。最后的时间抽，你知道有时候二十抽是抽不到任何东西的，但是我可以为你贡献我的歌，是喜是悲呢？我们就看这时候了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不会吧？开车，看。有东西，看，六，有吗？是有了吧？他不想要他，还有一只而已，不可能啦！我想是最烂。我们下一位，我当然敢用舌头抽啊！我用舌头抽，我单抽过后我会直接十连抽。各位 ，B 卷一下开始刷，魏王线上礼炮来，各位观众来了来了，先单抽先单抽，注意注意注意，魏王线上礼炮。好了，我用舌头抽。有来了来了来了，魏王线上礼炮、哦！注意，这十连抽很重要，停下来有没有？好，对不起，我的歌烂死了，超烂，超烂，超烂啊！我的王之力啊！哒哒啦哒哒哒啦哒哒啦哒哒啦哒哒，哒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啦哒。来，注意注意注意，我的王之力啊！有没有有没有？哇哇，这个很惨哎！我突然觉得不太妥，要副歌比较好，是不是？那我继续播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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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来，注意注意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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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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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？没有没有。啊！我只能说，你知道运气，我对不起你。我忽然觉得帮忙带抽有压力耶！我的目标兵长、米卡莎、爱莲，各位，为什么我们可以抽得到兵长？因为我们是妖精尾巴！魏王线上礼炮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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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盖，对吧？啊！注意注意，有没有有没有有没
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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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来再来，马达马达，我会中，因为我们是。哒哒哒哒哒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至少都来吧。噔，来来来，再来再来 ，AJ AJ， 来来来，可以吧？可以吧？阿米，不要再出来了，回家回家！哇，兵长啊，来来来来！哎呀，杀下杀下，去吃你的马铃薯啊！可以吧，可以吧，可以吧，可以吧！来了啦，来了，三抽，一抽一个，可以啦！来了啦，来了啦！啦！最后一抽，少说也给我一只吧！啊！来了吧，莎莎给药。怪物弹珠为什么要让我这么难玩？你一定要让我睡不好，睡到你们活动结束前才让我抽到吗？哦，我的塔爬完了啦！哦哟，我看一下我的欧付宝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只有675元。好，我去看我佩佩有多少钱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佩佩有1700块可以氪哦，不大啊，1700块好像也没办法氪多少。哎呦，可以10连抽，用 gauge 是不是？好，现在还有5%折价。太好了吧！哦，可以耶！哦哦哦哦，我以后都要这样出，好省钱哦，我喜欢。死 K， 现在只要储值1500块，它现折5%，太划算了吧！在 OS 里面储都超贵的，哇，很划算呢，省超多。我平均氪个几单，我他妈又可以再储了。哇，怪物弹珠，呜！现在只要1425就可以储100颗，哎，干好划算啊！我可以氪了，各位，如果你们在抖，我就可以继续氪，干。省钱呢！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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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棒啊！这就是省钱的感觉吗？我现在终于知道怎么省钱了。哎，我忽然想到了，你们可以不用抖内我，你们只要买点卡送我序号，然后直接那个就好了。我是不是很聪明？还有送东西呢！哎呦，看划算呢！哎呦，哎呦，我觉得我不能这样连抽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啊？伺服器炸了！哦靠腰 ！Later， 哎，不对，我应该先10连抽，因为我觉得刚伺服器断了，我应该直接10连抽。各位，把荧光棒拿起来，10连抽，行抽，荧光棒起来，起来，抽起来！我跟你讲，就赌在刚刚伺服器有问题，我会中。马林船长宝藏就在这里 ，Super Man， 干不行，趁胜追击。直接换歌，直接换歌，谢天谢地，直接开始现场打 call， 好爽啊！各位，今天抽到兵长，功成身退了，接下来就是努力存实，等下一次抽。记得如果喜欢这个直播精华记录之类的，下方订阅，喜欢点起来，分享出去，在下方留言说你们这次状况怎么样？耶、yeah ！